者林美雪台北报道。台北国际书展去年始办的最佳展位设计奖今天公布本届的奖名单并颁奖。最佳展位设计奖由书展邀请全民一起以 APP 票选，共分为大型展位组金银铜奖得主以及中小型展位组金银铜奖得主。除颁发奖状之外，也分别由3到10元奖金。本届评选时间为2月6日10时起至2月11日20时止。评选标准为美化展位，呈现出版品特色。国际评审及2位国内评审占整体总评分60%。读者透过 APP， 每人每天最多可投3票。现投不同出版社之展位，占整体总评分40%。评选结果，10个展摊单位以上的大型展位组金奖为大学出版社联盟，各得奖金10万元。银奖分别有9个出版社、文讯杂志社、红帆书店、尔甲出版社的联合展位，各得奖金8万元。铜奖为大块文化出版，各得奖金5万元。9各展摊单位以下的小型展位组金奖为启明出版，各得奖金5万元；银奖为心灵工坊与信实文化，各得奖金4万元；铜奖为凯特文创，各得奖金3万元。大型展位组银奖由9个文讯、红帆、尔甲出版社的联合展位获得。记者林美雪社。小型展位组金奖启明出版，记者林美雪社。大型展位组金奖大学出版社联盟，记者林美雪社。大型展位组金奖大学出版社联盟，记者林美雪社。